是，大家好，嗨，教练。这是我的夏夏生活，今天是情人节，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我现在下雨没地方去，我去遛鹅。啊，你在哪里？鹅。他刚来这里比较不熟悉，所以他对什么都很好奇。鹅不怕，你看它的毛，哦，伸展，开心的，好，走去散步，走，去散步，走，走走这边，走这边，走走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隔壁也有养的，他看到我遛，一定会笑。这小鸡鸡，它是小鸡鸡，我们家的小鸡鸡，小鸡鸡。小鸡鸡，你要回家了吗？小鸡鸡也不怕水，它可以站在上面淋一个晚上的雨。然后有一次我怕它淋太久，我还把它去抱下来，它还觉得我好欺负。不要走进去了啦，走出去。不要去里面。它要进去耶。不可以，不，哎，有大便了。哦，有鹅。哎，走。走去散步，散步了，走啊走，走走走，你跟着走。你觉得白鹅喜欢游泳还是喜欢走路？都喜欢。他可能很久没走路了，他都在水里面。他在大湖里面。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散步了，走了。走了走那边，走，走去散步。哦，走，我们去找同伴。嗨。我有一只鹅。散步了。走了。情人节礼物哎，对啊，我们牵鹅散步。走去游泳，再走回来。好久戴泳镜了。也太远了吧。你急着要回家了嘛？我带你去游泳，觉得还蛮快的。走了。走了，我们等一下去游泳了。走了。走，带你去游泳。我们去游泳了。要顺便。那么多只。只能带一只。走了，特写的。走了。怎么你懒惰走路？走了，回家了。去游泳。走，回家了。我走，
他们现在在自我介绍。他说我叫我是新来的。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回家了回家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走了去游泳吧。走我们去游泳。啊。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走。走走你。你。走了走了。嗨教练。啊带鹅去游泳。带鹅去游泳。对鹅坐车。哈哈哈哈。好大只。鹅自我介绍一下。这样那边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就会 有人就到前面那个啊、哦、啊真的有人是那里吗不是吧下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在走应该都走光了吧、嗯、下雨应该都走光一台机器没人没人走游泳的要下水了哦他可开心了好让他上去也可以了喂
下可开心了，又可以散步，又可以游泳。这里是天然的游泳池，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在这边游泳。感谢您的观赏，请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